回家，长荣航空以你们为荣。左前方，先看左前方，谢谢大家的左前方。好，左前方，左前方 ，OK。好，我们再看向正中间一次，不好意思，正中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中间，比出你的大拇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麒麟。Hello。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很感谢国家的栽培，然后也感谢奥委会，感谢体育署，然后感谢国家运动训练中心，然后也感谢我的球团土地银行对我的栽培。那能拿下这片金牌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。那希望四年之后呢，有机会能继续努力，再努力一次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你，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，希望可以下一届继续拿奥运的金牌。那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你下一届的搭档就不再是李阳了，是向杰，可以聊一下说要怎么跟向杰完成这个目标吗？可能跟李阳跟向杰搭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一步一步慢慢来。那因为还有四年嘛，可以去，希望教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规划，那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。想一下说你接下来的规划大概会有哪些课程吗？像是包含必修选修啊之类的，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谢谢。我现在是在国立体育大学任教，然后希望目前是只有这门课，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培养更多的后进吧，然后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，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这样。谢谢。